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的参议院张文彦张议长带来演讲，好，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谢谢。就感谢大家来参加。因为有恁的参加，咱的成功直直咧接近啦。那会使安尼讲，恁应该是买房车的人咧。那会安尼讲，整个这个情势来看起来啊，就是安尼啊。确定啊，我才一个一个按照 PowerPoint 的方式啊，来甲恁介绍。这拢唔是我咧讲的，因为我要甲大家讲，因为咱第一摆见面，对我无讲足清楚，所以我简单自我介绍啦。手机台拿出来，你甲拍我的名，哦。手机拿出来，甲输入哈，我的名，我的名，大家伫课表内底有嘛？哦，张文彦嘛，哈，加两个字啦，因为张文彦我猜别名一大堆啦，哈，你就加两个字，加教授就好了。好，现在上网来去看，你们会看到我的一些简单的资料啦。那要更加详细啦，恁去上111四个一人力银行啊，四个一哈，人力银行，华人名人小传。刚才怕张文彦可以会找到我，哦，那个我就写的比较清楚哈，从小到大学的，我跟我提拔的人，我都会写在那个地方，感恩的人我也都在我的。你银行里面有谁？我哪会安尼讲？柯P哪安尼讲啊？柯P安怎讲？伊讲要天命啊，天命要有运气。过来第三一下，伊讲努力了。柯P安尼讲啊，那感觉讲，我的运气还不错啦，所以在国立学校内底，干那一个本土台湾人，有法度伫遐做甲三朝元老个一级主管，安尼我唔是照讲，我是运气嘛。迄个时阵，阮迄个时阵。阮校长是啥物人呢？阳明，迄个说啊，唔是阳明山，就说类似阳明山管理局一样啦。他是以前啊，迄个庐山管理局的局长吴世汉，我呐足甘心伊家提拔我，才有可能很顺利啊。三十几岁摕到教授，这就是好运嘛。努力当然我们必须要努力，咱爱写文章、写著作、发表啊，送教育部审查啊，能够通过下来，这努力必然的吧。哦，所以讲好运呐。当然，我唯一也要感谢一个人，就是讲，迄阵啊。你成定以前啊，吴世汉安怎讲呢？
讲张文彦太年轻了啦，讲我迄阵啊太年轻了。阮一个主任啊，迄我老写着感谢伊，因为伊站出来讲，年资大了不是年轻不年轻的啊，年资大家知影无？我咱都那刚出三年有著作发表，安尼年资到啊，大家都会使提升等了嘛。啊，那升等论文送通过，啊，就副教授嘛。啊，迄阵啊，就机关吼，吴志汉说啊，张文彦太年轻了啦，讲我迄阵啊。即嘛是老壳壳啊啦吼，以前那个时代，所以要讲予大家了解讲，这就是好运。我去对到我无熟悉啊，伊那是他的后台，我足惊嘞啊！徐庆忠，迄阵啊台湾人，第二卡的。应该讲算第一卡的啦。蒋经国咧做行政院院长的时，徐庆忠咧做下副院长啦，行政院副院长啦。啊，伊个机要部秘书来阮咧做系主任啦。啊，当然伊后壁足惊咧，校长也没有办法反抗，伫咧升等会内底讲。张文彦年资到了，是年资的问题，不是年轻不年轻的问题了。所以说安尼那一关很大的关键呐。副教授通过以后，你就有法度做一级主管。你那讲师不可能，哦，有的现在有的助理教授。阮迄阵啊是爱教授才会使呢，后来教授足快的，会使做啊，加干了副教授，吼、哦、啊，即嘛通常啊副教授都会使哩啊，类似这些有时候在变呐、啊、吼、哦，当然这个就运气噶好歹嘛，啊，这边甲大家讲，因为大家有迄个福气。来参加咱的这个初级班，所以恁大家运气还好，应该是买房车，无阮拼四五年咧，我第一届的学员啦，啊，我第一届的讲师啦，所以你就知影讲。我们拼足久嘞，好。啊，所以恁有福气啊无？有。去听到这个福音，你就使来参加。尤其这少年呢，哎，我甲鼓掌一下啦，真正很难得。我。在家咧上课，那是拢要甲大家拜托。回去啊，叫迄少年呢，靠专业来受训。你阿爸啊，真的是要替人民做代志，啊，可能做的时间做咧足久啦。啊，我哪会安尼讲？因为咱的宗旨啊是啥物？咱即马要来讲咱的宗旨，科比比咱较后壁啦，我会使安尼讲啦。因为安怎科比比咱较后壁，伊即马才做啥？市长尔呢？两三年前，咱的宗旨就定好啊。咱的宗旨是啥物？咱即阵人所做的代志。是要为百姓设想，所以科比不是比人较白，伊即马
这里开始直直咧清理，遐个甲财团挂钩遐直直咧清理，这就是这个情形嘛。吼、哦，我直接讲，无胡白讲啊，因我讲拢有证据，予大家啦。唔只讲大家，然后带要做手机来，会滴上网的。我讲到遐，你就上网去看。啊，这我的证明是事实，因为我的教研究生的时啊，我那要求我的研究生上课带手提电脑来，因为安怎？我讲到遐，你去查，随查。袂使讲啊！这个教授讲到嘴甲全破了了，啊，拢讲是假。流氓政府拢是这个情形啦，徛伫台顶讲一款话，落去台下又搁讲一款话。伫议会内底，还是立法院内底？卡米拉咧翕的时，吼，个底下咧清楚，讲暗时大家烧酒去啉烧酒啦，所以拢咧骗的较济啦。啊，当然，从我的个性，我不能接受。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吼、哦，这都是爱好大家了解。好、哦，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这个观念，给大家，吼、哦。你看是不是咱的宗旨就大都设定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在为人民打拼？什么代志都要考量到人民优先，好、哦，啊，所以。大家也了解，这里是什么？一号，去伊个广告的时啊，那是要爱，伊这是伊个后人，伊个后人。可能卡吼有三张啦，一张是这啦，一张是用英文的啦吼，啊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家庭啦吼。这我他说啊，一张吼，一张迄算讲可能是要分三张啦，有人去提分三张啦。啊，我拄啊一个学生，啊伊提来向我啦，我讲好啊，啊这样好大家参考一下。这就是啥？伊就是讲，目标就是，他也会为人民的利益优先，就他会改变台北市，就是，所以他说改变陈真，他在竞选的时候也有这个口号，啊，真的是会改变陈真。好，阿官。咱即马阁看吼，这，哎，哎，好，这，咱看到这，伊个想法甲咱为百姓设想是毋是一致？是毋是一致？伊是讲一个城市，就是哪家一个？家庭同款，吼、哦，即个人民伊拢爱去照顾，未使去偏袒财团，未使去偏袒其他啊少数人。这个跟我们的理念完全一样，所以。真正很难得，哦，这就是
啊，咱所介绍科批，咱的理想比科批较早，但是咱也未接到美国说啊，好了，美军进来了啊，目前交还给台湾民政府，也未这里去了，所以要推展我们的理想，好、哦。慢慢啊，吼、哦！而且上吊就是讲，美国讲咧讲爱四千个，咱即马才三千几个呢，差一丝啊！要拜托大家，我回去，拢去介绍你的好友，甲你的亲戚，最好的。后班车的啊，尾班车啦，看搭得上搭不上。那搭得上，这是拢足福气的。像阮爸家遐久啊，就是要咧拼啦。啊，恁来，即马是啊三月中安尼，今年一定看会到。我来安尼讲。我有根据啊，确定啊，才互恁看讲，我是根据这个讲，哈、哦，好，无要紧，咱即马个，我哩讲吼，一吼加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是美国众议，迄个叫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召集人，叫一些他们众议院的人来啊。来一下，来台湾。当然，这个时间呐、啊，三月十三。那美国迄个时阵是三月十二，咱伫华盛顿 D.C. 在做啥物？记者会，哎，应该是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召集人呢，这些重要的这些外交事务的啊，众议员呢，哪会无去参加咱的会，走来这，大家去想。无去参加咱的会，啊，走来遮，啊，走来遮在创啥？讲，足爱了解，足爱了解，因为这标题上吼，当然他是按照这些写的啦吼，应当我们可以说，啊，这些标题吼，我们应当是说为什么，啊，这个。美国啊，众议院的外交召集人会带他们的来到台湾访问流亡政府。哎，啊，阁无来咱家呢？安尼是咧创啥物？讲一个较歹听咧。你都不要鸟你嘛，你有什么办法？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来台湾呢，伊讲要拜会啥？我看伊个报道讲，要拜会，迄个做在野党啦、执政党啦，
诶，遮个叫做遮个领袖啦，吼、哦，啊，甲要拜访科比啦，啊，伊要拜访科比是啥？伊讲。就难得啊，科比会算得到，伊要问讲啊，你哪会算得到？科比安尼甲回答你呾，伊讲如果流血了，我爱游泳爱比手甲比鲨鱼更快，即句大家毋知听有无？你伫海底那是流血。啊！鲨鱼拼到你都撞落来，你知影？所以讲，伊那咧，那咧要做啥？咧要做竞选的事啦，伊流血啦，都爱家己个游得比鲨鱼更快，伊就别去要食去。啊，这就是咱去思考，科比。足济危险的代志，拢无代志啊！以前无代志 ，ME 啊，149啊，甲讲，这就是内底有贪污啦，啊，舞弊啦，以前公布所有的开销，拢甲大打出来。啊，这都止血啦嘛！安尼大家唔太清楚哦。哦，佮伊讲，迄、那个叫做移植。哦，啊伊咧讲本外国学者写讲科比有一些问题。好、哦，哎、啊，所以伊唔只去用。处罚我，迄本啊，外国人怎随翻到中文做一个出来？伊阁去甲问迄个作者讲，这个代志那是止血，所以讲足紧的都甲解决掉。所以他说，流血的时候啊，要游得比鲨鱼。还要快，这是不是努力？足努力啊！讲你竞选的时是八点出去，还是七点出去？讲走到十一点才回来。好、哦、啊，这是努力啊！好、哦、啊，这因家足趣味的啦！好、哦、啊，拢来找科比啦！啊，足奇怪。咱实在伫遮，因应该爱来甲咱访问才对。好、哦，啊无咱也爱主动去甲邀请来，要来唔来在恁的嘛？啊，阮礼貌做够啊。咱这个做啊，咱这个吼、哦，算讲，咱美国驻台。咱这个机关就甲咱甲流亡政府三啊三十一足好嘞啊，马莎莎。所以讲，国务院甲流亡政府较好，国防部甲咱较好，所以唔叫迄个泄题。泄题大家唔知知无？大家应该。有诶看到嘛吼，有诶唔知嘛，无要紧啦，这只好大家去思考啦。那过去办诶事啊，我再来做一个测验啦。哦，啊是甲你讲一下，你看这个，这刚刚我所讲诶嘛吼。伊讲美国国会的议员问。胜选的策略是啥物？伊那算会赢啦。按算这个所在就是
深蓝的占大多数，啊，你哪会选的呀？伊甲比喻讲，伊爱收收水啊，爱收比刷刷鱼较紧啦。啊，这就是讲，他如果一流血，他马上要游得比鲨鱼快，啊，无就去用夹去啊。所以，这予大家清楚吼。我要甲大家讲，我的判断哦，我的判断，因遐个人会来台湾，加减甲这个有关系啦。安怎讲？这三月七日的报道。三月七日的报道，甲报道讲吼，伊要去美国，暂时离开台湾政坛，遐拄好，安怎遐拄好？你知影？咱甲看落来吼，伊前一天马英九甲聘请为总统府的资政，资政啊吼，就是咱总统府的官员资政。第二天，伊要去美国啊，啊，这也不是我胡白讲。你看，聘总统府资政，啊，七日，伊六日聘哦，七日下午就要坐飞机去啊。哦啊，当然这拢写秘书的啦。哦，啊，就去啊。什么人甲送机？咱什么人甲送机？咱头拄啊，迄段内底吼，应该什么人甲送机？你知？来，警政署署长王卓君。去甲送机啦！大家想看卖咧，伊内底敢无其他重要文件伫咧？警察快伊个假作会，假等于伊是资政呢，总统府资政呢，假安全门出去，什么人？警察看到王朝军。就甲惊咧啊！敢会甲讲？哎，对不起，检查一下。恁大家去想看卖，这摆咧吼，互人值得去深思考虑的。啊，恁大家唔知道清楚无？拄啊遐拄好啊，咱要举办。国际记者会，伊赶紧去疏通了后，叫一队回来台湾。啊，那遐拄好，伊阵啊行政院落来，你着甲请资政就好啊咧。等甲要出国之前，哥。叫警察头子跟他送机，这凊彩吼，去想吼，应当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真济代志啊，唔是遐简单啦。好来。这拢倒头看啦，所谓倒头看，因为时间吼、哦、发生较伫后壁嘛，啊，较静的吼、哦，咱会过去看到。
这个在美国多少久？两年嘛，是美国的代表。这个回来就讲啥，你知影？迄阵啊，一个回来啊，才要接国安会尔，回来讲安怎？回来讲安尼啦，大家来看卖。迄阵啊，才回来尔，啊，这六月十六的报道，刚回国的。啊，金普聪对马提出大船离港论，大家有看了这个报道无？有的牙齿在里好不好？哦，好，谢谢两个娘嘛。啊，这个讲啥？哎，我迄阵啊咧做囡啊，听到讲。大船入港，大家足欢喜。美国阁载面粉、载牛奶粉来啊，咧甲咱援助。去美国住两年呢，转来甲讲大船离港论，啊，这敢袂使我别讲。哦，啊，你甲看，啊，即马唔只讲，伊个做无偌久，伊就先算啊，讲即马就是讲先跳船，要开早伊先跳船啊去安排救生艇来救，啊，马政府马总统，啊，你看吼，伊这吼这人我咧甲亏啦吼。啊，这台船哦，要驶去台去啊！你想要驶台去？大家上课上三天啊，应该有一个平潭岛嘛吼，大家拢足清楚嘛吼。啊，平潭岛吼，平潭岛是因的地方哦，金门啊是他们的地方哦。马祖也是哦，他们可以回到那个地方去啊。哦，来，咱过来看得转来哦。这就是讲个报道吼，因为伊讲要身体的因素要辞掉，啊，人讲哪有遐简单，尤其是这个。啊，林玉芳他不信啊，是健康的因素。这来得报道，这拢唔是我咧讲啊，这拢给大家看。好、哦，啊，实际上是安尼啊。那无来上课的人，咱甲讲这個，伊会讲我胡白讲，我无提证据给人看。那讲阿姐我白讲，阿姐都事实是安尼啊。好，起码我咧讲，就是讲恁就是搭上末班车啦，末班车啦，是安怎讲？美国东亚助理国务卿罗氏啊，罗氏哦，在这边哦。他说2015年是台湾重要政治年，当然这是美国的政策，这个哪会要黑白说？这个主管东亚的助理国务卿敢会使黑白讲？伊把它讲出来，
实际上，咱家分析起来，100%啦。所以讲，爱拜托大家，好友啊，你的亲戚赶紧靠专业少年的拢叫来受佛。阿拜对咱台湾啊，足帮助的。伊要服务台湾人民的机会啊，足多的。这都是安尼嘛。哦，这是2015年，因为伫这个进程啊，伊若发表过，迄进程，迄个后壁，迄款咱只国家来讲，哦。这个代志大家唔知知无？国防部搬去大直啦，知影亚洲得了无？三个四个，哦，安尼也无济，哦，好，谢谢。啊，好，电视有出来吼、哦。啊，大家要相信无？有个人讲啊，无影无实质啊。总统府弄啊，一定是国防部伫内底啊！这个我敢会使，我别讲。啊，实际上就是报道出来啊。这就等于安怎？那美国礼拜，较早，我唔是讲真嘛吼。美国甲咱讲。台湾会两个政府存在，一个是流亡政府，一个是台湾民政府。以前我听了秘书长跟我们说，他不只要刷出来，不然要刷出来，您大家去思考啊，对啊，伊那来，伊讲和平转移，慢慢愿意留下来留下来，不愿意留下来的啊，平潭拢冲好啊，金门马祖也可以。美国在做些事情，多一步一步一步在做，不是讲想到遐做到遐。美国咧做代志吼，拢是一步一步一步。我阁讲一个PowerPoint无个啦，孙立人事件，恁大家知未？会知亚洲这里孙立人。好、哦，孙立人呐、啊，孙吼、哦，阿立阿仁吼，伊、哦、是美国军校毕业的，来跟老蒋打战，拢是玩常胜军呐。伊撤退来，迄阵啊。马克阿帅认为蒋介石不稳，怕会被中共攻下来台湾，因为伊阿带来的人拢贪污嘛，拢特权嘛，拢发生一挂代志啊，所以伊马克阿帅想要甲换掉。叫孙立人去伊个旗舰，第七舰队旗舰上去沟通，甲讲，伊想要叫孙立人来管理台湾。那个时候是军政府嘛，伊要换孙立人。孙立人讲走去甲蒋中正讲，蒋中正才惊到，怎啊？好了，代表立功你忠心，免死了，免死。
甲你乱进啦，拢甲台中的魔幻新村底下乱进。这类事件是百分之百正确，因为秘书长有讲，迄阵啊，美国要透过菲律宾安排，美国甲菲律宾讲，这个 ROC 的流亡政府的高官甲这些撤退来的这些军人，要甲刷去菲律宾啊，回到菲律宾，迄个要做去遐安身立命啊。甲菲律宾啊讲好啊，啊拄啊韩战爆发了后，接这个无去执行，啊换孙立人的案子爆发，接无执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案子，有的人我不知道啦，我也在直接跟大家这样说。所以平潭岛那是美国跟中共说啊，中国说好啊，没有跟他规划啊，没有家他有200万人呢，美国算算的美金哪来？如果按照日本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归属于日本来统治台湾的时候，一家遐的人来，会有做啥？咱讲脚尾链下未？那是因来，还是美军进来？大家都酸啊啦！因为安怎，甲科比同款，爱公平正义。科比佫讲一句：要有真相，叫啥？和解啦！没有真相，不可能和解。以前遐台南遐个人，敢拢无代志？一定有代志啊！啊，因若知影安尼，要做这个叫调查委员会，那个西德德国合并的时候，他们也是成立调查委员会，南非。他们也是成立调查委员会，所在呀，较早白人甲黑人的土地争开较赶走，起码曼德拉执政成立调查委员会，人民讲啊，这块土地较早是确实是黑人的，因用什么方法呢？和平转移嘛。这个主人说，你这个土地多少钱政府给你买，怎么又交给黑人？因那是调查委员会啊，科比哪这样说啊，228事件的时候，他去发言了后，马英九又要去他握手一下，两次都回绝。一公下没有真相，不可能和解了。实际上，德国、南非，人家都有调查委员会。南加228干没有调查委员会成立？没嘛？李登辉讲啊，向抱歉。大家心里面也是没有公平正义嘛，所以这最重要的，人家先进国家西德
阿嘎人家南非都能够做得到，流亡政府做不到。他们会怕吗？阿爸我们主政，我看他们会怕，所以他们竞选了，你们关心竞选差不多200万人，200万人啊，会离开台湾了。不然一个让他们安身立命，大家都走到中国去，中国我会怕呢？200万人都走去，有的走到山东，有的走到四川，有的走到云南，有的走去贵州，直直走，做一次给你去革命，应该不怕。他说哦，这台湾住那么久，他们的思想比较自由，不然那些革命，那些革命，在全中国都在去革命，他就头脑在烧了，来，平潭岛最好，你们住到这个岛，你如果要乱，我怎么把你炸掉，你们就在这个岛那里去乱就好了。这样大家不知道清楚吗？他们是不是好啊？所以叫他们去平潭岛就是这个问题嘛。这个比较都说好，不然我们才会知道，无咱也唔知道。哦，这次我哦，这种弟弟甲大家讲吼，这个问题吼，实际上啊，咱较不爱咱会去讲到。习近平啊，弟弟要用马啊，来买台湾甲澎湖啦。讲免烧台啦，我用买较紧啦。但是伊有努力无？有，我叫美国安排，有去见天皇，要甲天皇买，咱确定啊，再过来补充。天皇唔买啊，唔买，即卖要安怎？伊讲无安尼啦，到联合国来试看卖咧。这下。一面啦，这吼、哦、中国人话足济一面咧，拢做遐个腐化啦，吼、哦、倒化啦，吼、哦、一寡遐个咧选总统啊，安尼大家都安尼，吼、哦，咧倒化者吼，因安怎咧？因在这个联合国内底个携带吼，这个附件啊，宣传讲配合台湾呐、啊，有因个主权呐、啊。这个假设190几国的联合国的会员国，有的都是小朋友嘛，他事先给灌输这个观念。哦，你说啊，我们的父亲你有收到，说有啦，不然这样啦，那我们提议啊，你给我们回一票好不好？他们在想说那么要紧朋友跟台湾跟他们不在台啊，因为地方可能比朋友较台湾的人较少、较细咧，爱甲登一票。讲啊，我甲你建设一个机场，啊是甲你建设一条高速铁路，啊甲你起一个做高速公路，明白？小朋友国家，伊讲好啊，奈唔好？啊，中共要来甲你建设一个机场，他也很需要他。拢咧做一款代志啊，伫这个非洲地区啦，吼，啊较落后诶，拢做些代志。啊，这就是要创啥物？阿爸，你甲当一张票就好啊，我那甲先用买同款，类似安尼嘛。唔只系玩这个用音呢，即用音呢，就是这个问题啦。我互大家知影，啊，这我是有日期吼，这个报道吼。第二次出现罗氏、哦、美国东亚助理国务卿太阳花事件那个时候，他又带一个、哦、出来50万人，世界各同时各地都反应，
美国无紧讲一个清楚，到时在囡仔车，咱也要收回囡仔，才讲我们要公投自己决定，啊，就死啊的，是不是因为惊美国来惊？台湾是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下来的战利品，啊，你们说要自己公投，你们就要拿回去。哪有这个可能？所以因来惊，赶紧发表，叫做啥？罕见，什么叫做罕见？以前无讲过啦，所以讲罕见啦。要给咱啥？啊，台湾自治啦。四月七五，咱爱把这个时间算一算。那在美国四月七五啊，差不多四月当时呢，咱家四月七五啊，因遐是因遐讲的，咱家才有法度是四月七五苹果印出来，因遐头有啥物时阵啊？拢是四月七一日啊遐啦，因惊着啊，咱太阳花是三月当时啊。三月三十呢，迄阵啊，五十万人走出来呢。安尼是毋是美国话踹一个？无赶紧，甲这讲好清楚，甲这些人民拢讲，我们住在台湾的人，我们住在国宾饭店的人，住了六十几年，我们就要来投票决定啊，迄、那个。国宾饭店的所有权，是不是安尼？咱来上课有讲到这啊无？咱有可能去决定所有权啊无？无可能嘛！这个土地都唔是恁的，伊那是罗氏，那是惊到呢，惊到讲这些少年的讲啊，我们来公投，为什么阿扁啊？伊去申请，讲要参加联合国，联合国甲推荐。伊讲啊，无咱来公投决定台湾的未来。美国啊，甲讲啥？你是麻烦制造者呢？有啊无？就是川普要看，伊就是讲，你是麻烦制造者。啊，这就是安怎进行？咱大家去想看卖，台湾是美国第二次世界打下来的战利品。你要日本收回，日本也要给我好处啊！咱可以思考这个情形，琉球的事件。琉球事件是不是到尾啊？伊是美军占领嘛？到尾啊，怎归还给什么人？日本嘛，把日本讨一笔钱回去呢？大家不知道知影这个事件啊无？所以我的感觉啦，美国。他也希望拿到一些利益啊，才愿意放啊。啊，所以我常常的讲，决战东京，决战东京。上一次去靖国神社了后，我就感觉我们未来的。会决战东京，那安尼讲，美国，我要交予你民政府，还是要交予你民进党，交予你国民党，拢不可能嘛？你交予咱啊，这个民政府，按照国际法，
战争法跟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关系法是百分之百正确。所以咱的家信乎你啊，无代志。咱车牌无代志，是奈安尼？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哦，当然他会利益考量啊。所以大家知影泄题，这个字啊无，知影泄题这个，咱顶一个报纸开完未少讲做泄题，大家知也唔知，可能拢唔知啊嘛吼，啊，唔知嘛吼。国防部甲这个有做啊，国务院两个人冲起来，因讲啊无安尼啦，来民意调查，看台湾未来的归属，先做一个民意调查。啊那民意调查，咱话他个莫来修啊。所以咱们才要求国防部讲，你要调查什么物件，你爱敢先讲，啊，无咱也无电视台啊啦，咱也无报纸啊啦，所以无法度啊。那要一个做问卷落去，哇，大家讲恁是什么人？有的讲，伊是中国人啊，有点迷迷糊糊啊。讲啊，恁台湾的百分之七八十拢是中国人啊！啊，实际上敢是安尼？唔是嘛？唔只早期美国叫咱发身份证，咱发身份证有意义不？后摆啊，要公投，有台湾身份证的人才会使来公投，安排掉。你若无台湾身份证，你免去公投，类似安尼啦吼。啊，这予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吼。啊，伊即马别这个罗氏安怎讲？你知影？伊只啦 ，autonomy 啊，哦，伊安怎讲？你知？上面有人的自治的，不是你可以独立啊，不是独立哦，哦啊，独立，如果咱讲要独立哈、哦，就跟美国战争，因为这个是美国第二次世界打下来的战利品啊，啊，我们要独立，是不是要跟美国战争？啊，给你自治，上面有人呐、啊，上面有哪些人？那叫国际法、战争法跟旧金山和平条约跟台湾关系法，目前是美国只要占领全国，这块土地是住在那边的人的了。安尼大家唔知看有无？那边是哪里啊？啊，天皇啦、啊。这个图啊，是那这条图叫做二重桥啦，要进到天皇里面的。这是咱第一次在参加的美国华盛顿 DC 第一次在世纪酒店庆祝咱底下设立办事处的酒会时啊。一个美国的有关人员送咱这两百度啦，所以这两百度咱拢挂出来，咱才会知影讲，吼、哦，原早咱这块土地啊是日本天皇的啦，啊，无咱啊，伊即马交予
伊讲去参加的秘书长无法度出去嘛，哎，讲啊，恁教恁秘书长，恁秘书长就知影。所以自教这个道了后，咱当年就组团，十二月二十，拢组团去拜靖国神社，甲迄个天皇的生日。嘿，去甲祝寿啦！四年来，拢拿这支旗啊，入去天皇内底。较早咱也无去，是干那这支旗啊尔呢？啊，这支旗啊入去去尔呢？咱一个入去，我拢拿安尼入去啦。我往下走四年啊呢。入去四拜啊，呢，拢安尼啦，拢底下咧发声，讲天皇迄个万载，哦，去遐可能发这啦。啊，咱这个旗啊，入去，就是他已经都很清楚啊。天皇保有台湾这一块的啊土地啦。伊即摆可能讲，上面有人，就是讲，哪个假设啦？有一个台大经济学的教授问我，讲，即马因安尼宣布了啊，恁阿伯啊，到底是安怎？我甲讲，阿伯啊，跟加拿大同款，跟澳洲同款，跟纽西兰同款。都他们都是迄个英国女皇的啊，迄个国血啊，咱是啥？咱是日本的天皇的国血啦，咱是大日本的国血啦，这是安尼嘛？啊，无。伊那要讲用英文讲出来，好啊！大家上网去查啊，这个是这块土地是有人的啊，你们要在他的允许之下啊，成立一个台湾自治。哦啊，这就是，安尼大家有清楚无？那等下要讲解释完，今晚要再补充一个。四月一号是什么日啦？啊？愚人节嘛，吼。啊，大家想看卖。四月一号，哪会讲愚人节？迄个流氓政府咧，甲咱洗脑。咱做学生的时讲，四月一号宣布的，拢假啦，拢骗人的啦。他就是针对1945年日本在四月一号宣布台湾实施啊。民治宪法，实施民治宪法以后，台湾就变成了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那么，台湾选派了三个参议员、五个众议员去东京开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死的，就是。放在日本的靖国神社，日本人安尼叫来做啊，叫这个情形来做啊。今嘛流亡政府可能讲四月一号是啥？骗人的啦，所以愚人节啦。所以伊那卖创这个愚人节，咱也未去想到讲日本四月一号，1945年四月一号底下实施什么？民主宪法，
那就完成了台湾跟日本用战争不能给你分割，因为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领土。你拖不知道拖到今天，到今天要解决。以前美国跟美国人说，好，你来过，你如果不过，我要一百年后才跟你说的，真的，要看一百年。所以这就是说大家让大家清楚一下。当然这个我们希拉蕊他就是说我们太依靠中国，我们这个观念啊，我说一个比较简单，你自己开，你如果说家的自己开一个大窟水池，自己开一个小窟水池，下面如果打通过，你想看看，大窟水池的水会流在小窟水池的水会吗？你去思考这样，不是咱照你，咱去照平常讲，是安那会变大出大窟水池？是毋是这窟水较深、较大？小窟水池一定水较浅嘛，迄个较浅嘛，啊较细嘛。从那个拍空过，啊，都小窟人拢流去大窟里去啊，当你咧。是不是安尼？这足简单啊！啊，唔只讲中国拢来遮咧，啥招商啦？要甲恁水流流要去中国，好一下经济各方面拢啊无遐多，所以以前咱甲伊沟通啊，咱有甲伊沟通啊，沟通啥物？因为较早咱无甲伊来往的时，咱要释小龙的第一呢。甲伊沟通了后，变啥？释小龙最后呢？阿伯啥？剔除嘞，迄个什么原因？剔除这个状况啊，大窟水啊，咱小窟水啊，流去大窟水啊去啊。好啊，这就是这个情形。好啊，这所以我可能讲，这个吼，咱我爱感谢伊啦。实际上。啊，伊是回国也像这个安倍晋三是回国的首相呢。当时候第一任做的时啊，来了后，美国有跟咱联络，讲日本的政治人物都几个跟咱较好。咱个讲这个啦，因为伊捌做过首相嘛，啊对咱话袂歹，啊咱唔再甲介绍，后来美国讲好了，这个对恁较好，咱起码再过来甲支持，回过来做首相。哦，美国甲支持了后，伊才正好打油啊呢，甲因呢，这个众议院。甲解散呢，因为众议院这的议员啊，70%拢较保守，不爱废除这个叫做啊，日本啊集体自卫权呐，不爱解严呐。伊甲讲，咱都有自卫权就好啊，
人来甲咱拍，咱才甲拍；人来无甲咱拍，咱卖甲拍。下做，伊讲安尼要哪会杀你？伊讲安尼，恁这个啊众议员，如果你们反对，那我用行政命令。如果你行政命令的话，你就违宪。他无法度啊！伊讲安尼好，话者较大咧。参议啊，那个众议院全部解散，定算啦、啊。有安尼啊无？有啊。定算即马算出来啊，伊有把握，三分之二拢是伊个人，所以他现在就回复日本的宪法啊，明治宪要复宪，回复这个宪政，他现在在进行四月。要去跟奥巴马讲，伊要搁伫参众议院发表演说，迄阵啊，可能都加减有好消息，所以我甲大家讲，恁若有囡仔，加强日本。叫去读日语，即我会发觉到讲，最近电视上日本的首相都来咧广告啊呢，恁家去注意看卖。日本的首相都一直在台湾广告啦。我去坐捷运，两个日本的少年咧徛伫遐，因咧讲。在看手机在讲话，我迄阵也较匆忙啦。我咧赶路，我无甲伊。我迄阵也想要甲问讲，恁是啥物身份来伫台湾？真济活动拢咧做，伊互你看袂到啦。有诶，拢捌伫高雄，日本诶要做。驻台的做单位啊，咧办日本的迄个做圣公设计的研讨会，足济啦啦，所以大家爱去注意，是安怎即卖会安呢？因为咱四年啊，去伫因遐拢压即个国旗落去，因大家也。日本阿爸台湾是野土地，这些企业啊，这些较做生意较敏感的人啊，拢直直来伫遮来占一席之地，所以恁的后生啊、查某囝，即马较少年，把握把日文学好。真的以后就是这样，这是大家回去会再去鼓励哦。以前嘛，那美国是安怎？美国以这个安保条约啊，那包括偏俄甲台湾嘛，所以被和日本我。来保护台湾，吼、哦，咱也受到攻击。有一个伫台湾足近的，甲日本足近的，头讲话头，迄个叫做，大家唔知怎样伫花莲东方吼，刚刚讲迄个摩托车塞会到。水上摩托车塞三点钟，啊？不是，有一个叫做什么？迄个临时车，迄个叫啊？对，
以那国岛啦，以那国岛啊，现在已经要驻军，因遐人民吼、哦、表决，都无偌济人呢，讲可能青通人尔，啊去表决通过，他们希望日军在那边驻军，啊，这就是慢慢啊。拢在部署了嘛，阿爸，台湾，他就是接下来掌管。啊，上网了你才去看吼，我直接看了报道，云南国岛公投，人民公投是不是要给日本军队驻军？啊，这大家看过了嘛吼？大家这个哪会使翕翕登去吼？去叫大家去上网吼，去看这个全国那么法规资料库啊，伊家拢是会主呢，哦，拢会主啊吼，这种会主哦，吼，足济个啦，中华民国拢会主啊啦，安尼。啊，就准备要初开啊！啊，你这无跟会主到时，然后咱直加翕，吼、哦，那台翕好，我阁换一页；那翕好，我阁换一页。吼、哦，好啊嘛，吼、哦，好啊，我过来，吼、哦，等下吼，好、哦，后来咱阁换一页，啊，直直翕啦，这。这种转去吼，诶，这转去，转去要甲人介绍较方便，无讲这咱拢讲过。来，过来。过来。过来，那去袂了嘞吼！啊，所以这边走路啊，你无无法度，你无变。好，咱即马来讲这。因为。一定爱这个地图，予大家看，才会知讲啊，到底平潭到底什么位置？这是福州、福州的新闻呢。哦，迄阵啊，许个呢，拄啊去有这个报道，都甲掠落来。这叫做平潭岛啦，新德区上近啦。咱即马台中港有开通啊，淡水港也有开通啊，拢有定期的航班啊。咱确定啊，才放一个遐个报道的新闻，予大家看，予大家看新闻卡迄类。我头拄啊讲就是讲，若无美国咧安排啊。无美国咧安排啊，要让因回归家，因啊惊呢？台湾200万人会走去黑白走呢？啊，200万人啊，当时底下咧起革命，内底伊就乱糟糟啊，哪里咧？要管理啊，歹管理啊，好，恁拢来带到家。啊！你若伫遮咧乱吃，甲你炸大条，恁都都害你，也袂作怪啊！因较好控制嘛，这都是事实啦。这中国唔才会接受，吼、哦！后来，伊这就是讲吼，你控一控你呢？
伊从那头来报道啊呢，起码2015啊呢，哦，啊，咱迄从那咧讲，大家拢也无影无一只，哦，啊，事实上，伊这就是讲凸显出台湾是屏岛的特色。伫遐，中医师会使去开业，啊，你那是台湾的有执照的，拢会使去遐开业。代表也会用你，吼、哦，啊，就主要是要予咱阿拜拜带带台湾的人走遐啦。咱即马来看这个影片，予大家欣赏一下，好来。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娜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不过说他寄出年薪2-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最近啊，这新闻的报讲宋楚瑜有接到习近平的电告啦，大家知影无？有听了看到这个信息啊无？好、哦、啊，等下去查啊，因为新闻咧报啊，是安那宋楚瑜家己讲出来，所以讲这个报道加减拢，我有这个，嘿啦，有这个情形啊。伊宋楚瑜就讲啊，即马马英九闹塞马。人民大家啊，足严的啊，即马叫宋楚瑜来，可能会较好势的款。哦，类似安尼啦。啊，你看习近平，伊就是要用买台湾啊。啊，当然伊乃用这个礼礼数啊，去巴结这个领导人。礼数大家知影嘛？吼。哦，好来，咱即马来去看。啊，这个被害台湾的报道。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
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好，我今晚要补充者，他们应该是要到四年啊，我是中华民国仲裁人，仲裁人啊，大家唔知影这个仲裁人嘛？仲裁人啊，较简单讲叫民间法官啦、啊。哦，啊，我是仲裁人，刚好第几啊？第届啊？北京甲咱中华民国的仲裁协会办一个研讨会的。北京，我那是懵懵懂懂去给参加。参加了后，伫咧 Q&A 的时阵啊，我举手，因遐有人民大会的法官咧来甲阮做研讨。我甲讲，请问啊，为什么咱台商？去那打官司都判输了，为什么台山到中国打官司都判败诉？他说，怎么说呢？说违背中国政策都判输。这样你们大家想看看，这样敢会赢？他们说了算了。还最近吼，我们都无顾坐大位啦，我们去参加，我无顾嘛吼。啊，当然，阮姐夫那边的，我甲讲安尼啦，伊讲无啦，无安尼啦。我那是讲安内无安尼，伊讲唔是啦，讲钱。包卡济人都赢啦，迄个甲我讲安尼啦，嘿，讲钱，伊迄啦，伊讲，伊唔是讲违背中国政策都判输吼，因为迄个研讨会吼，伊安尼讲嘛吼，啊，即马我去参加咱的实验的时啊，啊也伫。中国我有在做生意啊，伊讲伊的经验讲是钱包较济就赢啦。
有当时的输去就钱包箱，有只的输去，好、哦，哎、啊，迄也解释嘛吼、哦。但是，咱伫咱家吼、哦，应该两年前吧，有一个上海律师，查甫律师，吼、哦，伊讲要去北京红表演，迄个做啥？迄、那个表彰啦，伊都要妇女节吼，那个一个女律师吼，卖讲了先详细，啊来咱家参观，我也甲问啦，那这个要这个方法讲，为什么咱台山去打官司都打输？伊安怎讲呢？伊讲不会吧，我们是由法律造法律啦，啊没有法律的话啦。当然是违背中国政策的判书了。伊迄个甲，迄是甲大法官呢，但是他不是人民大会大法官啊。我在北京，他四年前去的时候啊，是达到这种答案啊。所以讲，你要去啊，那个搞不来。最近参加这个做实验的时候。讲那边赢，你都爱包比人较济都赢，我当时在，好，系啊，这哦，这就是安尼吼，啊，让大家去思考吼，因为我说，你要讲迄个什么人讲，我会有法度指责他安尼甲我讲哦，我讲话袂讲啊，听人讲，我袂安尼讲，哦，类似吼，大家知影呢吼，啊。这就是足清楚啦，爱予大家了解吼。这张我足难得的机会吼，这就是什么？辅大的一个外聘的教授，拄啊太阳花攻进立法院的时，这个莹莹我才坐入去呢。去立法院的桌啊，去甲掀开嘛，讲看到这份啦，伊怎甲翕相起？这份这是这个版式嘛吼，页条的你看吼，好、哦，这个创啥你知哦？伊讲啊，亲爱的吼、哦，这个有做同仁呐、啊、吼，伊、哦、这可能是啊，资深的同仁呐、啊、吼。哦每天啊要点这个行政院的一点通啦、啊，爱至少爱50啦。啊，你若无点，就甲你拍车啊。啊，有点就甲你搞起来。哦，啊，若无点讲啊，这个都要休假啦。高级公务人员都在做什么？造假啦！哦，实在，咱的纳税金，因大家坐底下咧喝茶啊，造假，讲赞，爱分爱50个。啊，这感觉我袂讲，袂我袂讲，有这个人。哦，有这个时间，哦，啊，这个、行政院的表格，伊啊名，歹甲人加擦掉，伊啊足巧吼，临出前我可是要甲砍起来。你看，咱的政府吼，唔只讲利利落落，无法度。啊，过来！啊，当然这个是白色恐怖啦，吼、哦！这外，迄、那个有做红山，不是，这个是迄、那个有做太阳花的时啊，啊，世界各地都响应嘛，啊，所以怎惊到？啊，赶紧外交部去统计讲，外面。哪些有响应的社团要报回来，他这些的话
以后说不定变成黑名单，类似这样啦吼。啊，是不是大家在准备撤退啊？啊，这就是给大家看在撤退。啊，这就是这个照片嘛，吼、哦。咱即卖现在是美国占领，啊，日本天皇有什么？所有钱，台湾所有钱，哦，的这两人，这唔知大家知影无？应该大拢会晓嘛？咱复习一下好无？2000年4月7日，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第一，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第二，啊，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第三，人民生活在政治炼狱。可能政治炼狱大家不知道嘛吼。啊，我补充一下啦。伊家拢咧甲咱办选举啦，是安怎？办选举啊，伊对外发布说：“哦，我们的投票率70%几，我们流亡政府的啊合法性、合法性啦，拢有遐济人来投票，所以阮有管理这块地方。哦，啊，这个政治炼狱就是讲，今大家拢无爱来选啊。”设计这套讲，来选的人拢有甘蔗糖皮食。我安尼讲，大家唔知知影无？你出来红选，有摊遐30块的，唔只大家遐爱出来红选。我只选到议员尔，即摆有摊搁选，选立法委员，我若要来红选，议员我选到。有甘蔗糖，那登一票摕30块，第一底下底少少。即马过来红山立法委员，啊，那无着，那无要紧，我搁摕一寡钱，搁摕底下底少少。啊，那也无爱出来红山，大家那爱出来红山，安尼大家唔知怎样无？故意设这个圈套，就是甲咱。做这个政治炼狱，把你扣掉了啦！永久你都未翻身，大家若爱出来选，伊讲诶，阮无出来选，啊，去予国民党诶拢捧去，要安怎会杀你？你若是投票，若无达到50%以上，因为。在这里有这种波多利海三个小国曾经有发生这种状况，都、就是事先啊，他们以前是啊苏联管辖的，啊，因办迄个选举，因遐人拢不爱出去选，啊，世界苏联办的啊，世界不承认，因为他投票只有20-30%个人去投票，不承认。后来他们自己组织的政府自己投票，90%几的人都去投票，世界上承认。有这个案例吧？如果说我们台湾本土台湾人都不去投票，使他的投票率降到20%几，他们就没有这个合法性。绝对没有合法性，所以大家唔知啊，唔知世界上有这个案例啊，哦，这就是讲人民生活在政治炼狱。哪类教讲，你去登伊一票，你爱了车钱，你爱有当时爱请假，何里30块唔才是真正常？唔是呢，好。参选的人
提30块呢。啊，大家都足兴趣啊，大家哪边红算？是不是安尼？吼、哦，台湾仍然在美金啊，军事政府占领中。这个100%呢？咱起码什么国会啊，反对牛杂美国的啊牛肉进口啦，牛什么进口啦，都反对。有可能啊无？这块土地是我美国的战利品，你若敢反对我，政府给你换换嘞。哎，对啊，啊，你都不接受指挥啊，不接受命令啊，我就换人做做看嘛，好类似安尼嘛。哦，啊，当然，美国行政单位一定要协助本土台湾人。为什么咱今嘛甲今嘛，地方政府都唔来，敢来甲咱插？无早期吼，那较早。真正，哎呀，四五年前迄阵啊，但是我足错嘞咧。秘书长去催我的时啊，佮讲，伊秘书长讲安尼啦，你用张燕啦，叫我用张燕就好啦，莫用张文燕啦，因为我伫大学咧上班啊。好意安尼啦，啊，他是好意啦。到尾来我请第三空间来看看，讲啊，这都无代志啊。好，张文燕一直用到现在，没有改变的。啊，这就是啥？啊，这都是100%正确的，啊，哪会出代志啦？哦，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美国关系法，这种很切实，所以等下甲大家讲，免惊啦，那以前要掠阮掠了去啊啦，真正啦，真正。啊，因为咱是去甲过的人嘛。所以他要协助我们这个单位来做这些事情、哦啊、这就是我们国防部、哦啊、就要走路了，所以都撤销陆海空军司令的，这也是这个报道、啊哦、这既得见了、啊记得见七机要啊，好啦，啊这就是签约法了，国共和谈，你们可以回去了，中共不会把你们抓去枪毙，所以美军啊。又会进来，所以说，你看，美军撤台30年，第七舰队官兵再来台湾。哦啊，这就是这报道啊，哈、哦。这唔知大家有看过无？这叫做安邦雷达弹，啊，安邦。雷达站，好、哦，下面叫做安邦，咱出钱的啦，所有的钱拢咱开，因起的，美国人起哦，你伊无要用你本土人来遐起哦，伊惊安怎呢？惊甲苏联，美国苏联大使馆啊，叫苏联人来起啊，伊内底去甲藏物件，对不对？唔是啦，唔是炸弹，伊迄就是迄、那个，伊迄个做啥通信迄、那个，嘿、那個，嘿，偷听啊，窃听器啦，会不会哦？所以，伊讲，干那恁出钱就好啦，阮拢家己去啦。
在新竹的应该都会知道、哦、新竹那些人应该都会知道、啊、这就是这个在这个叫做乐山、哦、这个地方这就是现在台中机场、哦、有民营的但是有一个限定民营、啊、到十二点以后要飞进来全部都可以遣返回去我看到报纸说、欸、香港一台飞机、啊、说十二点几分、啊、要降落这个清泉港机场、啊、说叫他飞回香港去他超过时间就不要让他吧超过时间以后都是什么美军的使用、啊、美军来使用这个机场、哦啊、这就是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说爸爸洪灾嘛、哦、莫拉克洪灾的时候我们马政府说拒绝世界救援、啊你说你说拒绝啊你们的管我在插插你啊我美军的运输机就塞下来了降入他敢不能给他啊没法给他嘛实际上就是这样哎呀这就是这就这样、哦、国会我有执行呢咱这个照片吼、哦，上好这个立法委员啊，立法委员去甲咨询啊，叫讲，哎、欸，那会乎 A I T 底下咧设关卡，家己处理这个啊入侨啊来咱这个美国啊，伫日本撤退来脱离台湾。啊、怎么不是我们的移民局的人你们的移民局的人拿去旁边去我们自己来处理、啊、他们怎么说这样国会一边怎么说呢说、啊、我们就拜托说、啊、我们来给你斗三天了、啊、人就没要接受了这就表示什么主权问题嘛，是不是安尼？这张爱翕灯的去用看咩？好、哦、啊，这个足汉的有这个镜头呢，你要去查还是搁查无完呢？好来，那翕好，咱来好好。啊，这就是三例啦。那甲咱办一摆，阿都唔敢甲咱办啊。啊，好哩，刚才去做阿哭起来，哦。啊，咱但是咱感谢伊三例甲咱报道，但是他报道不实。伊讲咱这个新闻证啊，是自己制造了。但事实上是美国制造。好，这个影片也给大家看一下，让大家了解这个。宣传单、报纸广告，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嗯，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嗯，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
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采内阁制，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黄道营，所以才有这个旗帜。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马英九啊，怎么样？生吞活剥台湾人啊，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两年你会看得到。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坪。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三立新闻黄玉峰、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好，咱即马过来看哈，咱迄阵啊去美国访问。现身说法，咱顶两年以前吼，来咱来看这个影片。李定、李书定，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7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 ，set， 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主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灰熊肝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二变成了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咱这个同心吼，伊讲好啊，都讲会杀你，我来关岛看卖一下。去关岛啊，要求讲啊，我来用这个啊你。甲看卖，这个杀来袂杀啊！关岛海关我甲扣一个呐，这就是实际上美国的关岛那是成立嘛？哦啊，当然这个是咱过来看，即马一个啦，咱黄石礁这个啊，这个咱的预言吼，啊，伫美国使用这个。啊，身份证的现身说法啊，请伊来给咱
介绍啊，咱今嘛我放一个影片，咱请各咱的同心，吼、哦、啊，黄石啊，教咱个鼓掌一下，请伊来现身说法，伊去美国来用着，看伊安怎讲，吼、哦、啊，这拢无到空啊，吼、哦，后来啊，阿姨，你讲报告一个时间、地点。啊，甲使用的过程，予大家了解一下。好来，好，大家好，我号做黄淑娇，因为我2014年的10月份去美国去上课，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我跟我妹妹两个拢去，因为我两个人坐无同款的航班，我是坐达美航空，伊是坐优越，因为我要通关的时阵，因为我入去的时候袂记提身份证给伊。可是回来的时候我就想起、啊、我有身份证，怎么不给他用，我只是拿身份证给他、啊、那个通关人员、哦、他就拿我这个身份证、啊、在那个电脑上面扫描一下，结果他就还给我，他是双手这样鞠躬送给我，送还给我，我很感动，我想奇怪、啊、我出入美国这么多次、啊、都不知道遇到这么好的这么恭敬送给我，再来呢他给我另外走一边另外一个通道，那另外一个通道我就很顺利的，也不用检查就顺利的过去了。那另外我的朋友呢，他在旁边、哦、他在旁边在那边等很久，而且他们要通关的时候那个外套鞋子衣服都要放，都要脱下来放在那个盘子里面、啊、才可以通过。那人呢也要站在另外一个旋转的那个扫描器上面，都要往上这样子扫描过以后，他有时候不放心，他还拿一个棒子全身扫描过才让你通关，所以你那个通关的仪式是蛮谨慎的，而且是他很仔细的，每一个地方都很检查过。可是我觉得说今天很特别，可以用那个身份证通关，甚至呢我也可以走特别的通道。后来我了解以后，他那个特别通道是因为是国内有那个官员或是特别任务的人才能走。我感觉足幸足幸运的，因为我有台湾民众有这张身份证，啊，好受足侪人给我恭敬，迄种感觉，因为我从来唔捌接受到讲摕双手献我，大概我咧通关的时候，伊就安尼一手尔，他没有用双手。那一天呢，他真的是双手，而且是鞠躬还给我的时候，我足感动，我讲哇，我食到60外岁，去到国外，这摆是相当尊重啦，因为你定在国外出入的时候，咱台湾拢无人认。知影咱台湾，甚至吼人拢欠啦。我讲唔是，我是台湾人，可是无人知影咱台湾人。可是我们以后台湾原政府呢可以国际正常化，我足感动，所以很感恩一长在这边，让我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你们，今天真的很有福报，还能够来到台湾民政府做这件事情。然后拥有这个身份证，我们可以去国外做备受礼遇。谢谢你们。好，安尼好吼，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我就要甲大家讲吼，是我这张身份证，达赖喇嘛捧过、看过，吼、哦、啊，我这张身份证的副本，我伫日本参议院啊有甲留存伫咧。因为第一摆出去，人大家拢无清楚。迄阵啊，咱拿这个国旗啊入去，互咱入去。但是报纸顶出来啊，甲这个国旗啊，这个啊，甲咱遮甲我拢擦红的啦，规粒拢擦较大粒，变较大粒啦。新闻拢安尼啦，所以伊也无认定。哦，啊，我所以讲，这拢是事实。我直接要甲大家拜托。回去叫较少年的来上课，啊，我拜托来办这张身份证，100%是正确的，吼、哦，安尼好啊，好啊，啊，感恩啦，咱今日就到这结束，啊，感谢，各位同学，我们再次用热。